十条，先新来补刀，一组六的补一条，快点。这个怎么？牙膏来，牙膏拿过来。十条是吗？都看不见。眼睛都看不见了都。那你是不是还贴？头发太长了。你戴错片了啦。来，有没有人补刀？有没有人补刀的？那个慧慧，哎，你们那个一组六六补一条啊！大家赶紧啊！真的是错了这个。我是他们的助理啊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是他们的助理啊。那个错过这个村，哎，怎么说来着？一组六六补一张纸啊！一组六六补一张。啊，怎么用这个试镜啊？啊？什么纸啊？纸啊！雪心啊，补个100组吧。小心啊，快点，一组六六一条哦，对，一组六六一条，快啊，大家赶紧的，第四个 yeah, come on, 来，小丹 come on, DJ 摇起来，好可爱的小女孩，表妹你也补一组吧，表妹没了，小心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连补刀都没有吗？补一下刀啊！没有人愿意补刀吗？快点的！不是我一起来的话，然后就把我整成这么惨，合适吗？他刚睡醒。谢谢小幸运组蓝色妖姬，谢谢。不是一个蓝色妖姬，你没有了吗？你没有 YB 了吗？给干没 YB 了，这他妈就尴尬了呀！没有的话就这样吧，没有的话就这样。还没完。那为什么那么多？一万票呢？一万票啊！一万票为什么那么多啊？你以为呢？做主播很辛苦呢。欢迎。不是一万票为什么那么多啊？啊？有没有人要补刀？那个欢迎补刀呗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发型很酷？像汪峰的发型有没有？那个阿龙。对啊。有没有这个刘海子引领时尚，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愿意补刀的？有没有人愿意补刀的？雪心，你还没看金妈背整，你就要这样吧，再来一条。好了，开始。你要走个曲，要走什么曲呢？等我，你走个曲。要嗨的，来摇一下。要嗨的。摇起来！我们鸡妈开始摇再换个曲子，再换个曲子。没事。没有曲子啦。天虹温馨空间云。
掌声吗？谢长脑子。不是你们不来一点掌声吗？我没有看我摇得这么辛苦。好死。给他放那个咋了爸爸，给他放那个咋了爸爸，鸡妈会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。来扇子拿去。玩笑的，不要不要的。悄悄的来了，这里也悄悄的去。去吧。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